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就是陆丰房啊，这是蹩脚啊，陆丰房的蹩脚啊，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好，看一下原窑的样子啊，原窑的样子。神农本草经原文是梅实，好，我们在市场上有两种，一种是都是梅，都是梅啊，梅是很酸的嘛，啊，我们望梅止渴，对，我们用的时候是乌梅，好，那这个梅子是一样的，只是做泡制的过程不一样，就变成乌梅跟白梅，好，所以那你如果到日本就更多啦，他们梅子，日本喜欢吃梅子，哇，各种不同的梅子啊，你就看那个五颜六色，好。粉红色啊，深红色什么才是就是梅子，绿色啊什么好很多。那我们中药用的好有就是乌梅啊，乌梅。那诸位看产地，哦，就是梅花的果实啊，就是梅实嘛，哈，果实有乌梅和白梅。好，乌梅呢是采半黄的梅实，用烟熏过，熏黑了以后哈，再用稻草灰来淋湿啊，再去蒸过它，很酸。那在入药之前呢，像我们的乌梅丸，我们入药之前呢，这个黑的梅哈，我们就烟熏过，这为什么主要是为了保鲜、保持它，不然它会烂掉。我们在使用之前还要再泡醋，泡醋泡个几天下去，哇，那个味道，然后把那个籽拿掉，梅核拿掉，那个手去剥，哇，那个籽皮肤都会很好，会有点点腐蚀的感觉，好，这个要很非常的酸嘛，好。那白梅呢，又叫做盐梅，好，就是用这个青梅呢，用盐，好泡制过以后，好，这个使用。那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是，好，最常用的是乌梅。好，本经的原文呢，味酸，酸味的主收敛，好，没有毒，主下气，好。那如果说有一个人病人在抽筋，啊，啊。酸味的呢，哦，主痉挛，你抽筋，所以你吃太多酸的话，抽筋会更严重。所以诸位如果有抽筋的，晚上抽筋的现象的话，你酸的就不要吃了，哦，要吃甜的，得甘则缓嘛，对不对？可以吃点麦芽糖啊，哦，甜味的东西，好，哦，都可以缓筋，好，哦，像香蕉，一般人都要吃香蕉，好，那这乌梅呢，好，哦，性味，好，哦，诸位看这个味酸。非常的酸，性平而涩，好，有涩剂的作用。那乌梅呢，主治呢，主收敛、解热、消肿、驱虫，好。所以临床上面，我们有这种病人会有吐油，就是蛔虫，虫从嘴巴里面吐出来，啊，肚子里面长虫，我们会乌梅，啊，还有下痢，啊，有人这个每逢考试，一考试他就紧张就下痢，好，啊，一紧张就下痢，这种是乌梅丸，好，我们收敛，好，所以乌梅我们有收敛的功能在里面，好。好，最常用的呢就是下痢跟驱虫，好，我们的最使用的最多的地方，好，肚子里面长虫，好，那这个大明号其他都还好，大明里面你看那个乌梅后面大明说治虚劳骨蒸消酒毒，一般酸味的东西都能够消酒毒，好，都能够消酒毒。你想想看，今天有一个人喝醉了，就喝醉回来酒醒不过来啊，你把他醋灌下去，你应该马上醒过来。一般我们灌茶叶，对不对？因为醋灌下去，他当场就吓醒过来了，好，好，这个还有止休息力，好，非常的效果非常的好，好，因为它是收敛的功能，好，收敛它是一种属于一种涩剂，好，涩剂。那这个桃红姐呢，就白梅合药点制，好，有可能点制有十二肉，好，这个如果放别的药的话，我们一般放雄黄，好，雄黄、千粉啊，好，一些有点腐蚀性的东西在里面，好，啊，李时珍呢，你看色肠好，解鱼毒、硫磺的毒，哦，也可以用乌梅。唐龙川呢，啊，近代的经方家，他说。这乌梅极酸，好，能收敛肝木之阳，好，能化蛔虫去坏肉，好，酸能收，好，所以对肝脏非常好。那我们有除了下痢以外，有一种是魂啊不归肝，造成失眠，哦，他魂没有办法归肝，这时候
就我们用乌梅啊，用酸枣仁，好，我们可以用那个，然后让病人能够那个很好晚上很好睡觉，好，好，那一般好，你治那个乳房乳癌啊，好，捣烂贴在外面都可以，好，因为它能够乌梅有腐蚀，有酸味的东西有腐蚀作用，它这种天然的酸这种东西呢，一般来说它会把坏的东西腐蚀掉，坏肉清掉，好肉它不会的，好，好肉，所以这个。好，使用的地方很多啊。这个249，好，249，这个大豆黄卷，就你们平常写豆卷了，好，我们写豆卷。那这个呢，它是黑大豆做的，好，一般来说这个黑大豆，好，不是它是黑大头，不是那个头要改更正，好，黑大豆，好，黑豆做的，好，那味甘性平，好。我们有些字要更正，好，这时候，那它是一般推陈去腥、好去积的药物，好能够开胃，好开胃，好，所以一般用在肠胃的地方会用的比较多，好，那经方里面张仲景没有用这个药，好，没有用这个药，那你可以知道可以开没有关系，但跟张仲景的药比起，张仲景用肠胃的药跟这个豆卷比起来，豆卷是小，好，豆卷好像是。我们煮面来吃面哈，煮卤味用豆卷吃的，啊，那个跟张仲景比起来，张仲景如果是把经方跟温病的药一拿起来，温病的药好像病人刷牙漱口洗脸，掏掏耳朵刷漱眼洗洗眼睛用哈，这个塞塞牙缝，经方真的到身体里面去跟完全不一样哈，它有几味药的重点。好，所以这个豆卷你看它煮卤菜也可以哈，吃没关系。好，那行水祛湿哈。这种可以滋润的，好，这个第250，好，就是粟米。我们在北方的杂粮店里面，哈，你如果去看，哇，一票，好，可能有50-60种各种不同的，好，这个米，好，就是这个五谷杂粮类的东西啊，非常，其中一个粟米，黑色的，哦，味咸为寒，好，颜色那个粟米的。很暗，颜色很暗，咸味的药。好，那一般来说，这种都是杂粮类的药，杂粮类的食物。好，那你如果说你吃不习惯这种五谷类杂粮类的东西，大家吃完拉肚子，好拉肚子，好。那实际上这种东西最好，现在的改良过的白米哈并不好，改良过的白米里面的纤维，植物纤维少很多，好，非常的不好，好。那251呢？好，黍米。这个黍米呢，好，就是我们叫单黍米，好，就是红色、赤红色、黄色的，好都有，好，玉蜀黍一样的，好，味甘温，这种是补中益气，好，所以五谷杂粮类的东西，在中医的过去的观念里面，我们称为食补。如果说我们食补，好。我常常在我们在治疗肠胃科方面的或者内科方面都一样，我们一开始治的时候，现代的医生跟过去的中医讲话就不一样，过去的中医张仲景也不知道现在有了白饭，对不对？哦，以前都吃糙米的嘛，所以他没有这种问题。好，那我如果叫病人把这个白面停掉，因为白面很多都是经验过了以后，它有些放了漂白的东西，把那个面弄得很白，实际上都不好。好，那我都叫病人回去吃这个糙米，好，糙米最多。那病人去煮糙米稀饭，他好放点这个红番薯啊，好，让那个番薯这个番薯稀饭嘛，好，全消化，然后把那个白米统统挺掉。好，那这种东西下去的时候，里面纤维很多，自然而会帮助排便。好，那现代人很多便秘本来就排不出来，再吃的米又没有纤维在里面，好，哦，白米嘛，白米虽然很香，实在是很香，很好吃，可是那个东西对身体并不是很好啊，因为改良过的东西。好，那这里呢，诸位看看食补的东西。好，哦，那后面呢，252、253、254啊，好，哦，这个。缪石呢，葱石、水苏，好，这种现在都已经很少使用了哈，很少使用。那
像这个葱实呢，我们又有一个名称叫蟹，好，蟹白，蟹白我们后面会介绍，哦，它的味道像大蒜一样，好，味道像大蒜一样，好，那这个葱实，好，就是让它的茎，好茎，那我们在这个葱光是一根葱，葱白的部分，葱白的，好，好，葱尾，好，葱白还葱叶。这个葱尾的部分切下来，这个尾是虚虚的，刺激一下乳头，然后旁边这一片切下来，这个平面的地方有辣味，然后刺激一下那个乳头，奶水就排出来了。好，这个葱白的地方可以入汤剂，能够通脉、通血络，好活脉。葱茎呢？啊，这个葱叶这个地方，过去的导尿管，我们没有那个橡皮的导尿管，啊，那个橡皮导尿管是给敌人用的，因为那个很痛嘛，好送进去。那中医过去导尿管是用葱叶，葱这个叶子哈，叶子找那个比较不一定要三星葱啊哈，你二星葱也可以没关系。那叶子长这样，好把它切掉，好这个头这边，因为里面有那个茎叶嘛，里面辣的茎叶很多，好这葱叶，当然中间是空的啊，绿的。然后你伸到那个尿道里面去以后，它那个心大了会刺激它，一下子小便就导出来。中医过去是用葱叶来导尿，好。这用途很多，好，用途很多，好，这个后面的蔬菜类的这几味哈，蔬菜类的，还有谷类的，啊，都是属于食补，好，真的治病的话，好，力量还是不够的，好，但是食补很重要，好，我们饮食上的调理，好，非常的重要。现在，今天我们开始介绍呢，《神农本草经》的下卷。下卷的药，好，诸位看，125种为浊为始，好，治病以多毒，大部分都是很治病为主的，药性很毒，好，所以不可以长期的服用。专门你要御除寒热的邪气呢，破积聚肿瘤的，都是要靠《本草经》的下经，好，下经。哦，所以这个夏经张仲景用的非常的多，好，非常的多。第200，好，250，255，好，250，石灰，好，石灰。这个石灰呢，一般来说，我们在山边好找到那个石头，青白色的石头拿出来烤烘焙过、烧过以后，好变成白灰，拍下来就是石灰。好，这是取得的方向。好，那石灰呢，味辛，好性温有毒，好温性的药，主治石灰是止血的药。好，我们可以敷作外周功能食腐肉、腐烂的肉，好。像乳癌，你如果说外面敷点石灰，但石灰用要小心哦，哦，石灰很毒啊，很凶，哦，所以我一般很少用，或者你用的话加一点点在你的其他的粉剂里面哈，哦，这个石灰非常的凶，是止血的药药，哦，你止血可以，好，哦，速度很快，功能食恶肉，好，哦，那疗髓，你看那个别录说疗髓骨举哈，哦，就是那个骨头的骨，那个字要更正，那个是写错了哈，哦，不是山谷的谷，是骨头的骨，好，哦，那。一般来说，好，我们就是外用，好内服的时候剂量很少，剂量很小，哈，不要开了个老师这个我们石膏用二两三两，好你石灰用二两三两要命了，哈，好，这个没有用，要三分五分一点点就好了，啊，一钱最多用了一钱，好，哎，内服的不多，好，我讲过张仲景也没有用内服的，好，大部分用了偶尔用的外敷，外敷也是撒一点点在药粉里面而已，好，这个256，这个我们叫做玉石，好玉，这个玉石呢，过去呢说这个另外一个名字叫清风石，好，就是固阳石，一般来说人吃到就死掉，毒很毒了哈。蚕呢吃了反而不饿，那个蚕宝宝吃了就不想吃蚕叶了哈，它吃了就不饿，
不会死。那胃心大热有毒，好，一般来说这个玉石我们用的不多，好，用的不多。好，诸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好了。好，257签丹，签丹我们会使用的一个地方就是颠剑。这种金属类的药物，好，药性比较沉，比较重，好。所以说，你看本经的原文，他说味道是辛辣的，铅，你看铅很毒啊，好，铅的味道是辛辣的，微寒，好。他说专门我们是金剑颠击，好使用，好。那产地呢？这个是我们大陆的四川，好，颜色是青色的，所以我们又叫青铅，好。这个药呢，主治，注意看主治，好。因为它是这个金属类的药，所以它是镇心镇静的作用很强，好，能够祛痰，好，攻痰。如果用到金石类的药的时候，都是很峻的，好，都是很峻的药，所以剂量都不多，好，好，这个性重，平肝逆，好，恶心吐逆啊，好，肝脏肝有问题的时候，肝肿起来，这个吐逆，好，能够堕胎，好，那大名呢，镇心安神，你看都是癫痫方面的，好，好。这个使用，好，所以说禁忌上面，因为它直重，非常的直重，好，能够妨碍消化，所以肠胃人虚的人，肠胃不好的人就少用它，好，对，铅的剂量呢，哦，铅丹的剂量一般来说一钱，已经很一钱的一点点，那很重了，哈，已经很重了，好，那这个。第258是这个粉稀呢，这个稀是外用药，哦，不内服的，哦，粉稀，哦，就是稀类的，哦，这是外用。那一般来说，毒虫咬伤、虫蛇咬伤解毒的，好，哦，哦，都可以使用。好，哦，那产地呢？这个是用醋来蒸铅得到的，好，也叫做铅，也所以我们也叫做铅粉，好，味辛，性寒，无毒。这个粉稀呢，哦，是这个外用药。大家看别录，会用到粉稀的地方就是皮肤的硬块。这个病名哈，哦，叫做鳖夹，就是你皮肤是生个硬块，硬的像鳖壳一样，乌鳖壳很硬一块。硬疮在皮肤表面上，又不痛又不痒，那个硬的，这个时候我们会使用到粉稀，好，哦，粉稀，好，哦，这个是好治疗皮肤病用的，好，哦，皮肤病用的，好，哦，这个里面的使用呢，好像，好，哦，这个诸位可以看参考一下书上面写的，好，哦，那如果说你使用太多。好，一般来说，过去化妆品的使用，你看后面写，使用太多反而不好，会伤到血。好，那一般来说，我们对的硬疮，那个皮肤上的硬疮，好，好，就直接撒一点在上面，涂在上面可以用，就没有关系。好，这个外用药。259，这叫做代赭石，啊，这个字念赭，好，代赭石是一种石类的药，张仲景也使用它，好，张仲景用它，这个呢，产地呢，山里面北方很多，好，颜色是红色的，好，这个性味呢是味苦甘，性寒，好，因为是寒凉的药，所以说我们使用在胃家的热症的吐逆呕逆，好，有个人跑来，老师。胃酸的反应的很厉害，你跟他说，哦，舌头很矮，哦，看他舌头黄的，里面是热的，带赭石，哦，一看是白的，口渴不渴？不渴，我喜欢喝热水，喝冷水，我喜欢喝热水，知道里面是寒的，那你会用吴茱萸、干姜啊，哦，那它里面是热的，你就会用带赭石啊，
啊，这个悬浮花之类的啊，后面会介绍到。所以你看《本草经》的原文说，代者时呢，味苦寒，没有毒。好，那一般呢，好，这种为什么过去的很早，这个那么上千年以前说什么什么杀精物恶鬼啊，腹中毒。那过去你只要吃东西吃坏肚子，上吐下泻，这个人丢高了，中鬼了，是吧？都这样讲嘛，哈。那你其实是讲症状，好，症状。原文我们要保留，好，主治你看好，代者时呢为正虚祛风，好，阳阴血的主要的药，功能辟邪毒，好，这个用的很多，好。那女人呢，赤白带都可以使用，好，因为它是这个味苦甘的，苦主泻嘛，好。那别路呢，带下百病，好，这个妇女妇科的人用的很多，代者时都可以使用，好。那这个大明的时候，它是安胎，好，能够安胎健脾反胃，有没有呕吐血？诸位只要记得，恶心呕吐，它胃里面是热症，通通可以使用代者时，因为它是实类的药，它是镇压的往下重罪的功能很强，所以你反胃的很厉害，代者下去，代者时呢一下去，那恶心的现象就去掉。好，那唐龙川呢？他说这个赭石呢是重症，好，镇压的力量很强，颜色是赤色的，所以又入血分，好，所以一名叫另外一个名称叫血丝，好，因为它能降血，好，所以经方里面使用悬浮花代赭石汤，能够止益气，好，止那个呕酸。我在美国看病的，美国十个里面来九个都有胃酸，为什么？是甜的，那胃酸怎么来的？你如果吃台湾的蔗糖，蔗糖呢？不会产生胃酸，因为蔗糖体积很大，天然的东西体积很大，所以我们身上的那些病毒啊，好，这个就细菌，嘴巴就很小，所以蔗糖很大，它没有办法吃它。但是你如果吃人工的糖，精炼糖、白糖，精炼过以后体积变很小，那个细菌的嘴巴就很大，好，那就刚好喂进去了。他们这些细菌啊、病毒吃了以后排出来的代谢物就是酸，所以老外呢喝咖啡再加糖就是酸，然后再吃一个甜甜圈更酸，好，哦哦，酸上加酸就从头跑来了。那西医不知道啊，西医就是制酸剂，哦，我就跟这个病人讲，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酸胃酸怎么来的？他不知道，我说是你的医生制造出来的。他说哦，为什么？我说你到医院西医那边去，在那边等，他那边等让你等一个小时，表示他很忙啊，让你知道我很忙，你那边坐一下。然后他就在那个门诊的地方，那个待诊的地方，他就放了很多 cookie，哦，还有那个巧克力，哦，咖啡就到你这边喝啊，不然你怎么会有病，对不对？他吃的巧克力啊，又那个咖啡又在喝咖啡，又那个饼干是甜的，然后吃巧克力，吃完了胃酸，然后这个好，下一个小时以后你吃的很多啊，该到你的，你本来是高血压很多问题的，像你吃多了个胃酸，哦，所以就是他制造出来的，那你的医生并不知道他制造出来的。他不知道来自那个，所以你们跟着医生两个一起胃酸，他也胃酸，你也胃酸，两个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吃，两个人一起胃酸，哦，那我现在告诉你，通通停掉，哦，你不停不会好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开始悬浮花代赭石汤，一剂下去，胃酸就没了，哦，胃酸就没了。那你跟他说这个，你如果不告诉他酸怎么来的，就是造饭，这个 common sense， 你那胃酸不知道他怎么来的。你拿仙丹给他吃完，他还胃酸还是会来吗？对不对？所以我跟老外一本正经说，每次我讲，我每次一本正经的时候讲话，老外都在笑。我说，要你胃酸 overnight 就好，很简单，你要 follow 我的那个医生的指示。好，我的指示是不能妥协的，两个国家之间都可以妥协，我的指示不能妥协，告诉你哪些东西不能吃。好，什么汽水也不能喝了，好，所有的糖类。甜滚冰淇淋通通不能喝了，好，拿来给我，哦，你家里还有很多冰淇淋，通通拿来给我，哦，我也不要吃，我把它捐献，好，捐献出去，给我们送给我们敌人吃嘛，啊，哦，根本就，所以我到超级市场一看，没有一个可以吃啊，你知道，我到超，所以我们就干脆自己买一些新鲜的那个蔬菜啊，或者自己来煮，否则的话，所有的 microwave 食物，所有的甜点冰淇淋通通不能吃啊，好，哦，那他们做的颜色也很棒，也很吸引你，对不对？那是毒药啊，魔鬼，
对，妈那个黑森林，看那个做的多好吃，根本是魔鬼哈、哦。所以那个哈根达斯那个冰淇淋啊，那个多好啊，不能吃，一吃的胃就不行了。所以如果说大家以后出去，如果你开个冰店或者是开个面包店，你说你是这行做的，我跟全世界的人说你来买你的东西，保证你赚钱。好、哦，这个酸如果不去，这个一直胃酸下去，到后来就是胃癌。胰脏癌就这样来的，因为酸是克土嘛，好、哦，酸为克土，好、哦，胰脏癌。所以说，这个如果说你在治病的时候，你不知道病怎么来的，就算你把它病治好，同样的病还是再犯，一定的嘛，对不对？这 common sense 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260。这叫做乳咸，好、哦，这个我们有两种盐，好、哦，一种海盐，一种清盐、溶盐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这个过去啊。大陆东南沿岸一带，大家都吃海盐啊，因为离海近嘛，晒一晒盐就有了，对不对？那青康那个西南云南贵州一带、青海一带，离海比较远啊，那交通也不发达，也没有飞机啊，对不对？那都吃青盐，所以青盐就是湖里内陆湖的盐。好，好，那结果呢，很好玩。一段时间以后啊，大家就几百年，我们中国几千年的经验，你想想看，绝对不会错的。哦，这个西医才多少年，那不能相信他了，他没有统计人啊，因为研究病的那个人是坐在实验室里面，中医不是啊，中医是到处奔走把那病例记录下来的，就是这个东南沿海一大堆人生病了啊、哦、就一看奇怪了，都没有人得到胆结石，都是肾结石，得到通通是肾结石，结果呢这青海青康藏一带的，哎奇怪，这些家伙都不得肾结石，得到都是胆结石啊、哦、真发病出来都胆结石，这一定有问题吗？饮食上有问题吗？不然怎么人都一样，对不对？人都一样，为什么都得到这个同样的病？哦，就发现的很好玩，因为东南沿岸的一带江浙人呢，这一代人呢喜欢吃酸的，吃醋。哦，一天家里面可能八个人可能吃掉两瓶醋啊，吃醋吃得很凶，酸的入肝胆。好、哦，所以诸位要不要胆结石的话，很简单，多吃酸醋。哦。酸醋，那你吃到抽筋，多吃一点甜的嘛。所以这浙江的食物很多有甜味的食物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很多饭后有甜点，是中我们闹钟很妙的。好，酸的又去清，吃太过了抽筋，又可以有甜点在后面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因为东南沿岸的人吃醋，所以不会有胆结石。海盐呢，没有办法清肾结石，没有办法清除肾结石。青康云贵高原这一带，青海这一带人，因为吃青盐。青盐的内陆盐它本身可以清肾结石，所以他每天吃的青盐每天来清他的肾，所以没有人得到肾结石，但是他里面吃的是咸味辣味啊，没有人吃酸的，所以一票人都得胆结石，有病都是胆结石。好，所以说那我们两边交换一下，把东南沿岸的醋运到这边来，青盐运到这边来，大家都两大家皆大欢喜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讲的就是这个盐。好，来，当然我们讲的是盐，中国历史上有记载，所以我们可以分析的出来，是这样子。那现在的精炼盐不行啊，哦，一定要用越原始的盐越好。所以诸位如果买不到海盐，没关系，买青盐来，哦，那青盐真的是青色的啊，一块块粒子很大，海盐也可以哈、哦。我们中南云那个嘉南边的很多哈、哦，关田那边有很多盐田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盐好那个海盐都很好啊、哦，或者青盐啊、哦，都可以下锅煮菜。那盐的盐要吃一点，你不要吃太多、哦。老师，这个盐很好吃，很多，任何东西过量都不好。好，一点点它可以清肾结石，可以排水。吃太多咸能伤骨，有没有？好，那你这个酒力又伤骨，那你在那边当老师伤骨了。好，再吃很咸就更伤骨。好，血里面盐那个血会更很浓稠，哦，不好。这个倒过来，关节啊肌肉都会萎缩，啊，整个萎缩起来。哦，那中医在治疗肾脏病的时候，那个西医说啊，那个肾脏病不能不要吃盐巴哈，不要吃盐巴，这个
不对的哈。西医什么时候治好过肾脏病？都是治到后来变尿毒嘛哈。我们要吃盐，那一点点，不要太多，好，所以要加一点点盐在里面，可以帮助我们排水，好，排水，不要吃太多，好，所以我们没有忌讳啊，不吃盐，但是我们要忌讳不吃现代的盐，好，人工的精炼盐都不好，通通不好，好，二百，好，那怎么使用的时候不是清肾结石？老师，那以后肾结石光个清盐不行哦，还没有完哦。哦，还有加上茯苓嘛，这茯苓龙涎汤什么好，诸如此类的，你不要说老师清盐就可以了，哦，日常平常你就吃就可以了。你现在没有肾结石，那你如果有煮菜就放一点点清盐，你们以后自己有诊所放一点点清盐在里面啊，煮你不会肾结石嘛，哦，然后吃面的时候多倒点醋进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要讲的醋是乌醋啊，就是那个好的米醋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是加的人工醋那不行的，了解我意思吧？好，什么果醋那都不好，就要那个乌醋最好。好，这个二六一呢，我们叫白二。好，白二。好，白二。好，这个二就是白土，白色的土，好，白色的土。好，过去呢，这个画家，好，画家丹青啊，然后用那个好。画家用做燃料的，做燃料的，好。那这个味苦性温无毒，好，这个土类的东西都能够燥湿，好，土类里面蕴藏很多湿在里面，都能够燥湿温脏，好，所以治疗吐血，好像我们燥心土，白二，好，这个外用呢治风刺烂眼，好，这个瘙痒啊，隐疹瘙痒都可以使用，好，那。这种土类的东西呢，你看，好，这个真泉，他说女子血结色长，好，一般来说，我们那个土来自水，对不对？土是不来自水，所以说如果说河堤泛滥了，我们用土去做河堤一样，所以土能够止痢、止下痢，严重很严重的下痢，好都可以使用，好。这个二百六十二。哦，这个冬灰啊，好，什么这个就是梨灰啊，好，二百六十三，这个青狼干啊，石竹这种都是几乎都没有用了哈，都没有使用了哈。这个本草本经里面很多东西好都没有用。这个二百六十四就精彩了。哦，好，附子，张仲景是最后用附子的一个人，哦。最后用附子的，那经方里面很多地方用生附，啊，现代人都不会用生附，然后说生附不能用，那不能用，你不说张仲景神经病啊？他们讲话很矛盾的，说医圣是张仲景，最好的张仲景《伤寒金匮》是圣经，然后啊，生附不能用啊，那《伤寒金匮》错了吗？那《伤寒金匮》你看那个原书啊，是不是写的生附一枚破八片有没有？啊，不是写的就是生附啊，生附不能用，你看这种人就当教授，哦，那。这个附子，生熟治过，哇！我是很凶哈，用附子很凶的一个人，没有办法碰到都是重病嘛，都是附子，都要靠附子啊。好，非常的这个药非常的彪悍，好，非常的悍。那这个本经的原文呢，他说味辛温有大毒，好有大毒，好治风寒，好你这个咳逆，好温中惊疮啊。破针尖有硬块、肿块啊，积聚血块、血痂哈，这个寒湿，这个血痂，我们最近有我们的这个我们同学的人际班，我们在处方的时候，病人从肛门那边排出来的那个血痂的一块十公分那么大，好像个带状一样，好像胶质的东西一样哈，整个血块排出来，就是为什么？因为里面热的药在里面泡附子，哦，附子的很强。好，那这里我们会介绍附子跟泡附子，这个生附跟泡附，好，差别在哪里？好，那讲伤寒金匮就不讲了。好，那主力的寒湿，要不痿痹，就小腿萎缩掉啊，萎缩掉，寒湿的重症，拘挛，好，膝痛，不能走路，好，那这个东西呢，
附植产地在我国四川，好，叫现在是附植种成田状的，好，田里面很多长，这个长的附植都像，好，现在人工在种，好，那其粗种的根生成小块状的叫做乌头，附的乌头旁生而大块的就是附子，所以附生而变形的就是天雄，好，小者独强而大者独少，所以我们经常举的附子呢，都是大附子，很大一个，好，有的像。有的像拳头一样很大一个，差不多像我拳头那么大。那我们晒干泡制过以后缩小，哦，晒干。我们拿到附子的时候，生附子是直接生的拿来，好，哦，水洗干净。我会放点矾石下去洗，因为实在泥土很多嘛，哈，哦，清洗一下，并不是矾石在消毒，而洗干了以后就丢了，洗干净以后就放里面晒干的，好，哦，就结束了，就开始准备用药了，就准备在使用了。好，哦，那乌头呢？前面已经介绍过，又有个名字叫色网，哦，那这个过去的土人呢，就把那个乌头拿起来，对，挤了乌头汁，毒箭就放到里面，对，那你在里面走路，它要射，一射它射到屁股上或射来，哇，麻掉了，整个麻掉就瘫痪掉了。那射动物一射，射猴子啊，射什么，一针下去，那猴子就昏过去了，很毒的，好，哦，很毒的，好，哦，那这里我们会介绍乌头附子，好，哦，天雄开始了，好，哦，中计。一般来说，这个是辛热，非常的辛辣又大热的药。好，那我们攻坚的时候用了很多，攻坚的时候用了很多。好，那这个有大毒。好，吃附子的时候，如果是生附子，泡附子就没有了。生附子你拿起来煮了汤一喝下去，舌头都麻掉了，舌头口唇都麻掉，有时候麻吃下去麻麻麻麻到手指都末梢，脚趾都末梢，因为它有乌头碱在里面，啊，是一种神经的毒。你如果跟化学的专门研究化学的专家，你讲的乌头碱，他听到这个头已经麻掉了，因为他们知道很毒啊，非常的毒。可是诸位再想想看，这个跟我们的化学治疗肿瘤那个西医拿来治疗化疗的那个毒。比起来，那化疗毒才真毒嘞！哦，我这个还毒是小巫，他那个是大巫，好，哦，就把人都毒死了。好，哦，那我们在用附子的时候，生附和泡附功能不太一样。市面上你拿到的时候都是泡制过的附子，好，哦，泡制过的附子。泡制的方式呢很多，有的人那附子拿来蒸一下，蒸那个豆腐它包了，豆腐可以去毒。豆腐很厉害啊，哦，豆类这种解毒力量很强。我们那个硫磺，好，下面放了豆腐一层，硫磺放在中间，上面加豆腐压着蒸，或者是过去吃珍珠也可以，珍珠粉也可以这样做，哦，那好，附子乌头也用豆腐，还有的人呢用那个煮的时候哈，哦，用甘草煮过，哦，再煮出来以后，然后切片，好，哦，那切片烘焙过以后切片，就制过的附子。那我们使用泡附子的时候呢，有泡附子的时机。泡附子的最主要泡制过的附子的时候是表虚的时候用的。好，病人大汗不止，小便滴滴答答，诸位记得哈，你说老师这怎么记的？很简单，你把小便的口当成一个毛孔好了，你汗流的不止，你是不是用附子？那一个毛孔比较大了，流小便滴滴答答淋漓，泡附子。好，泡附子。那这个，所以表虚的时候，好，我们为预防一个人脱水，我们用附子。好，那这个生附子呢，生用的附子是去的里寒。里寒，好，简单，我们来解释一下。好，简单。这是肾脏，好，这是命门的地方。如果说我们用生附子的观念是这样子，肾里面的阳不足了，肾是水，好，水里面的阳不够了，我们会使用生附子。好，生附子，那
这个命门火不够了，书上很多是命门火，生父子就是可以点这个火。硫磺呢，石硫磺一样 是可以点，也是一样点这个火，但是不一样的功能。生父子是黑色的，它专门入肾入骨头。哦，硫磺呢，黄色的，颜色不一样，所以它专门入三焦，上焦、中焦、下焦，入奇环之府，脑瘤、脑部的奇环之府，啊、哦，脏腑之间的奇环之府。还有的人呢，是中了五金的毒，好、哦，中了铜中毒，好、哦，铁中毒是吧？五金的毒，我们会用石硫磺去，因为硫磺能够解五金的毒，好、哦。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使用到，这个时候附子跟生附子跟硫磺的使用不同的时机。好，生附子也有两个腿没有力，不良于行，我们会用使用生附子。好，有硫磺的人也是腿不良于行，也会使用到硫磺。那老师差异在哪里呢？差异就是一个是硫磺是黄色的，附子是黑色的。所以如果一个人是肾阳不够，肾里面水不够，造成腿没有力的时候，我们会去用生附子。好，那如果说这个人本身肾阳很够，肾阳没有缺，那腿没有力的时候，我们会去用石硫磺。所以如果说这两个药都有壮阳的功能，那如果说我今天没有病，老师我都没有病，我要专门壮阳，一定是石硫磺比生附子好，了解我意思吧？因为石硫磺入肾就奇环之府啊，哦，是那个下焦的地方，好。硫磺生附子，病人的表症就会告诉你说：“哎，你医生我很冷。”你问他：“你是怎么个冷？”哇，我冷到晚上仲夏之夜，好，我也很热。我房子晒了一天太阳，里面很闷热，回到家里面门窗还要关起来，还有三条没被盖了，我还是冷，这是里寒，里面是冷的。这时候我们要靠生附子，唯有生附子可以解。好，那这个如果说里寒加上全身有水肿，水肿在那边，好，三焦不通，你就生附子加生硫磺并在一起用都可以。好，那现在的医生，外面的中医，不管大陆台湾的，你知道生附子已经不敢用了，生附子跟生硫磺还用在同一个方剂里面都无法想象啊，哦，没有办法想象的。好，可是我常常在使用的。好，那中医的《黄帝内经》啊，我们的内经说这个韩哲说，他躲在墙角，不太喜欢看人，就只能安安静静的，不动声色。韩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说一定要看到真的那个病人在讲韩，你就才开啊，都可以，只要看到那个症状都可以使用。啊，那病人跟你陈述，我不太喜欢，我喜欢黑暗的地方，所以我就每天躲在衣柜里面最好。好，看来灯光点起来我就很难过，这里面阳，里阳不够嘛，对不对？